他，你把你走进他，啊，爸爸，你的滴水，你是谁吗？你先走开，我怎么不弄他？然后等一下，你拿着胡萝卜，我帮他炒上菜。这一只最可怜，超瘦的。我好想吃肉，给我一点。哦，阿妞，阿妞，你的头，哇！你看你那只。等一下，我看，我看吧。你确定红萝卜？红萝卜也是他吃的。还要炒啦！哦。还有一根，哎，他呀，我是帮我剪剪两根，你让阿妞拿。好了好了，等一下啦，下雨很难搞哎。阿妞来，你拿一根给他。不会啊，哎，走走，不要浪费了。还要给他，小心你的船抬起来给他，抬起来给他。不会啦，给他。等一下，爸爸在胡萝卜。哎，好，你们两个走了。吃吧。可以。哎，我们去泡个澡去。小六，你要不要在我们家泡澡？啊，你要拿轻一点。啊，好饱，真饱，真饱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走了。我们去门口买冰淇淋来吃。啊。他不要了，没东西啊。你捡啊。给阿妞啊，他们很挑呢，他们很挑哎，挑呢，吃饱了，对对，吃饱了，饿了，哎呀，阿妞你上面不吃，哎下面雨啊，哎今天下雨，牛不喜欢。哦。啊，你要帮忙喂。阿妞来喂。哦。哦，不要吃头打到。阿妞他想吃。阿妞来给他，他想吃给他。拿近一点。他不爱吃。他要吃草阿妞。我刚才也是在地上捡很多。因为他们都飘啊，还不要给他吃。拿的时候就是尝一点给他吃。给他超想吃的这种。
还有看他马的牙齿，好好笑。最喜欢吃红萝卜哎。哦，生气，这是生气吗？啊，你要看他的牙齿。妈你，你牙齿。表情有点奇怪。牙齿，喂。哎啊，住在这边呢、啊。哇，超大的马！哇，你看，看，这只马好大、啊，马哦。什么照啊？爱兔兔啊！你录影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走吧，妞妞。啊，我爱摸兔兔哎。没关系啊，看一下啊，最喜欢就。你这样摸哪拿不就好？都是毛，一样都是毛。没有爱兔兔哦，没电了。